金项链、金戒指摆满满，有粗有细，各种款式任你挑选。但现在想买，口袋得要够深，因为这金价可说是甜甜涨。截至5月20日，一钱已经来到9780元。 业者自己看是上涨的机会是蛮大的，所以您说6月到10000块，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真的看不到金价天花板吗？但业者透露，虽然价格持续飙涨，不少人也是怕怕的，因此最近又泼抛金潮。来黄金回收的人还蛮多的，那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是建议客人可以分批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后面的金价的走势，那如果他就分批的卖，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。 它是10万块的预算，那maybe以前可以买到1-2万，那现在可能只能买到1-2。那但是也不用担心，因为金价会一直涨嘛。会特别提到结婚金饰组，主要就是因为5-6月是结婚旺季，以这款20两的为例，售价大概是20万，但要是最近价格波动到单周1000差100元，那么晚买的话，真的现赔2000。这2-3个月来，它的涨势也是蛮凶猛的。不过现在除了黄金之外，很多人也在关注白金，过去它的 价格是黄金的2倍，现在却翻过来相对便宜，1000约4800元。但最近市场价格也是逐步攀升，这些贵金属越来越摸不得，现在当然无法进场。但若是你身边有存货，那么观望一下，别太急，毕竟金价暴值啦。东森新闻，徐淑敏、苏一欢台北报道。